你看，条件看，找那这圈儿哈，那转，绝对转身的右把，看到这一转，你看，看这一转，一转了看，这是，你瞅着，那手都别动，别看，看这一走看，一转了，走看，这，这个就是三级那出来的，你看，这就是叫你转过来，到这儿一转嘛，这一看，那你说一转一斜，对，一来就斜，就抗不了，对，你看，转一斜一翻，一翻，好，然后你一到。用这个，对，你看，咱钻这东西，不是这个条件吗？到这儿，我去，I am trying to resist， 你看，他那走，他转路口了，他就伸着，起来，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你顶顶吧，顶都顶，三里是顶啊，顶啊，我是想顶。I want to get in and have a try now. Go. OK， 我可以 like 试一下，我也想试一下，体会那个劲儿。你看这走点力，看到这儿一骑到这儿，哦耶！你看，就能放，就是放点力，看嘛。再来，这你看到这儿一走，往里转去，一转去，切，一切到这儿，切一切，就完。这儿一个，还有一个到这儿走，看到这儿走，看身子到这儿一切，哗，就能了，粗的。你再一走，看这，我看这螺，这个螺的，看这螺。哦，你说拉螺，他也螺呀。哎，你看，所以你肯定这个啊，一摞你，靠，你都完了，你先跑。Right, so the main thing is like you can't resist him. Yeah, whichever way you go, whichever way he wants to go. 这一打个这个，我这楼盘一转，这儿好。哦，这小心，这后面那个饮水机。走完，我再走。啊，但怎么练？就是这，他都是省力。你刚才哦，是省力。你看那我转杆一打嘛，跑过来看，我转杆一打到这儿，他一打嘛。哦，你是说你是想着跑后边儿，背后的这个？你看这打的力刷没嘛？人都打飞了，都出去了。人整个飞出去了。但是你拉也是有那个强大的这股叫，对，也有，对啊，就是你放那边也是，对，拉这边也是，都有啊，来回力啊。都是哦，来啊 ！You can see like the spear influence, the way it's pushing and pulling. 再来，再来，大枪的来，那罗哥，这走开，这一掉钱，哎，对了，就是枪的一个，就挖地下挖斜尖的断劲儿。哎，这个叫什么劲？这个也是枪练出来的，是吧？哎，掉枪啊！哎，大枪练的滑。With all the spear practice, you can see all the three obvious. 画图，绝线，一走，哎，这个枪 is like the spear. It's all yeah, you can feel all the spear movement. 你头里有啊？那个看这张，这手的，这一挂这手，看这剑，你往旁的也有，剑看都能走啊，不是，所以就是他不光光是一个前后，剑走了剑，这我开剑，他走了，哎，那两个走，那你这个还是有这个横的劲，横的速度有啊，就是我朋友就说了一个一句我听不懂的话，就是横以计竖，竖以计横。横啊，破竖，竖破横。对，你看你现在过来竖的，我竖的啊，我竖的，你用一个竖的，你用一个横的来破。你转这横就破你了。The horizontal versus the vertical power。哦，你看这没办法，你用横的来破我。好，横就破你。啊！你有横的呢？啊，我有横的。哦，你用直接这个。你来。就倒着就进去了，你摸不着，你往里拨，你肯定拨不着，我是这样，哎，对，我如果是这样，你空。